我刚说要走慢一点，他说不行啊，我们那个这个已经走很慢了，结果突然脚就酸了。如果我走慢一点好了，不要走到那。只慢一点，我怕比你快。快一点到我。狗狗追不上。行啊，这个地上会湿湿滑滑的、哦、不能用跑的。阿嬤家被云遮住了，你看。那只是制作的。苍蝇。苍蝇。他的午餐别打扰他。他俩在对峙吗？他有在对，他有在对，是哦。那只是什么？哎，动动动动！爸爸，啊，他已经是脚麻掉，跑不掉，这下尴尬了。有事的人类在这，哎呦呦呦呦呦！要不要看他尾巴断掉？好啊。他可以再生啊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跑掉了，没有机会了，不然尾巴可以拿回去做蜥蜴。好，抓这里，这样穿。那刚好那个大黄蜂，来，您自己弄，自己弄来。哎，这样就好了。嗯。来，抓这里。小猫咪呢？这只，这只来，小猫咪来。可那只好丑，会好丑吗？这很大呢。哇哇，好大呢！我是那个歌手，哇，等等，哎，蜂蝶来了。什么歌手？在哪？在哪？这是我的那个吗？妖怪歌手，噔噔噔噔。妖怪歌手。摇滚歌手啊！中要吃什么？三二一，来！八个八个八个，加油老鹰！在哪里？那里啊！叔叔摆一下。啊？哦，三只哎。遥远歌手唱这种歌会不会训掉了？等下滑倒就那个滑到山海关去了。掉下来啊！掉下来吗？对啊，这蚂蚁，这都超大只的，这蚂蚁都好大只哎。还有这个青小树，我跟你这样子就小声听不到声。白色的牵牛花。我要组成探险队，有没有要报名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欸，真的蝉在叫呢。他以为那个夏天来了跑出来吗？好像是哦。对啊。一点都不帅气啊，拿刀子出来这样。出来刀子。